Hello， 天王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又翻嚟继续玩白猫啦。咁啊，早几日咧，我 upload 咗一条咧白猫抽蛋入边啦。咁有好多观众都话咧，等多几日，等到去正月初一嘅时候咧，即系日本嘅初一啦，唔系农历新年嗰个初一啊。咁啊，先至嚟抽啦。咁大家见到而家2016 Happy New Year， 咁啊，今年都多多指教啦。2016年正月角色抽蛋登场，1月1至1月18号，我哋有18日时间可以抽。系啦，咁喺呢几日里面咧，我已经喺咁度储嗰啲嘅石啦。咁我而家储咗1030粒，咁我可以做到44抽，应该系冇错啦。咁啊，事不宜迟啊，咦，我哋有个 mission clear 咗，诶，攞多几粒先，再攞多15粒。Thank you。跟住喺呢度攞埋个 present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收埋1045粒。好啦，咁我哋咧。白猫呢一个咧，咁啊而家因为我用紧嗰个系Copedia， 咁啊呢一个枪手啦，嗰、那个公仔。好啦，正月抽，喂呢一、這个龙骑士系蔡英嘅，几型喎。Excelia 魔法师，龙王女之休息 leader skill 系。好啦，第一个会唔会系？等先，佢呢个系正月专用嘅抽蛋啦，咁啊，佢冇话必中嘅，嘅，咁好啦，我哋一次过嚟啦，咁我哋呢一个咧，我尽可能想抽到一啲剑士或者系拳啦，咁但系我想上网睇一睇佢嗰啲角色嘅能力先，话唔定已经有个能力表出咗嚟咧，咁啊可以俾我见到究竟系边一个角色系好，边一个角色系唔好咁样嘅，等我睇一睇先啦。根据这个日本那边的游戏网站的攻略情报讲呢，暂时龙骑士这个是十分满分，如果抽中了的话呢就是超大奖来的，他说。但是基本上他剩下几只呢，他现在暂时未有评分，因为刚刚才出现。但是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，龙骑士会最好，但是我都没什么所谓了。只要抽中是哪只四星我都开心，因为现在四星我暂时只有一只。好啦，第一个十抽250石。Yes， 俾多啲金色出嚟，唔该。OK， 全部一齐跳楼。喂，一隻金色。喂，其他会唔会除衫爆开？会唔会除衫爆，跟住之后爆咗金色出嚟噶？会唔会爆一爆啊？唔该，佢冇人爆啊？即系唔会爆啊？呢一个我第一次十抽，因为我之前我未十抽过噶咯。两星。咦，我做咩次要撳走曬我？咦，我多咗一隻咩啊？三星嚟嘅啫，哇，咁样啊，原来，OK， 第一个十抽唔中，喂，正月啊，喂，俾啲运气嚟好，好啊，第十，咦，有一隻，两隻，好似好多隻咁，我见到嘛？咦，唔系喎，有几多隻啊？我有。金色衫嘅，1、2、3、4隻。三星，两星，お邪魔しますじゃね。又两星啊！我借我力量俾你啦，咁样呢只好似劲嘅，四星超绝稀有。哇！连咗两只咩事？我连咗两只超住稀有喎、啊，佢嗰只系头先第一只系 Colin， 打拳嘅，系正月角色，系今次嘅。跟住另外一只都系正月角色，我见到。啲咩事啊？呢友？呢个？咩头嚟嗰菠萝头咩事啊？以为我有1、2、2只四星，我喂又抽中咗枪手啊！你呢只系咪都系今次嘅正月抽嚟噶？呢、這个系、哦，好似系呢、哦，這个都系嚟、哦。正月Dine 冇，暂时未有评价喺网站上面。但系我哋仲未抽到，而家暂时唯一有评价嘅嗰一只。十分满分嘅
呢一个龙骑士啊。咁但系我哋仲有一只拳手，咦？呢、這个我想呢、這个开心啊，几靓女啊呢、這个。卡罗亚卡奇兹呢巫女，佢系狐狸巫女嚟嘅 ，Colin。OK， 好啊，我哋抽多一个啊，因为龙骑士佢已经评分咗系十分咧，所以我好想抽中到啊，一只。俾多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哇！今次中唔中喂？今次好多件金色衫啊喂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只三星环以上，咁都唔中啊！真系呢个阿婶咩事啊喂？拿住佢取啊！呢、這个阿叔认得佢，我玩呢一个台版嘅时候有见过佢嘅，但系我唔要你。哦，又中呢只，呢个咩王子啊？呢个喂，做乜咁多呢啲嘅喂？揸取呢啲系咪 warrior 嚟噶？战士系咪？哦，冇啦，完结啦，完蛋啦，完蛋字。全部三星嘅喂，四星有一只啊，但系嗰只四星我已经有啦，头先中咗啦嘛。Oh no! Oh no! 中咗一只，但系嗰一只我哋已经有噶啦。好啊，last 一个十一抽啦。龙骑啊，龙骑啊，我要龙骑啊喂！我已经冇石抽武器啦，已经点算好啊？死啦，运气唔掂啊喂！在我拍呢条片之前咧，其实我拍咗一个咧系怪蛋、怪物弹珠嘅抽蛋，咁嗰一个咧，其实我都抽唔中角色。嗱，今次机会嚟啦！耶，唔系你三星嘅，一睇你个样子三星，四星同三星有样睇嘅咯，即系四星个样咧系会劲啲嘅咯，唔掂啊喂！唔掂啊喂，系咁俾啲饭团我食饭团啦！你呢只系咪三星嚟？啊！呢只系咪劲嘅？睇个样似劲嘅喎，三星嚟。唔好意思啊，因为你角色我唔识佢哋咧，我仲未认得啲样。哎呀，一睇你样子系废嘅。啊，冇啦冇啦冇啦！哦、oh, ，我嘅蒸月抽蛋睇嚟到此为止啦，我哋得翻四十五石，我抽唔中呢、這个，我单抽一下先，单抽一下，我喺佢幅图出嚟嘅时候，我单抽一下，嘣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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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h no， 食饭团咧，你俾个饭团我做乜鬼嘢啫？我要嗰只龙骑士啊！但系咧，虽然抽唔中只龙骑士啊，虽然佢骑住一只摆明就唔系龙嚟嘅，但系咁佢嘅角色种类系龙骑士啦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编成下啲角色先。我哋排呢一个星星神啦，啊唔系、啊，我哋要 rare 度。喂，下一页，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哇，得个三只四星啫，我到而家都系。虽然有啲三星，我觉得应该好用嘅。嗱，摆个拳手入去，边只枪手劲啲咧？呢只劲啲，我而家嗰只劲啲咧？究竟我睇下佢啲 skill 先。因为我而家嗰只咧，我已经喺上一条片度同今条片中间咧，其实我玩咗都 OK 多。其实我已经好熟习咗佢嘅，哇冇技能，喂技能就喺呢边咁嘅喂，咁有型嘅你。SP 消费减 15%， 减 HP 啊唔系 HP 50% 以上嘅移动速度。攻击速度加三，加30%，哇，好快咁行得。七福神 cutting core， 唔知咩 leader skill 嚟好鬼，但系佢嘅技能 ，SP 消费减15%，蓝影弧光，我要上网睇一睇佢啲攻略先，因为暂时我唔 sure 呢只劲啲定还是我用紧嗰只劲啲。但如果样就咁睇佢嗰啲嘅未升 level 之前嗰啲咧，我睇唔到啦，睇唔出。不过唔紧要，
我暂时会先升下我呢一只新嘅拳手阿 Colin， 高年啊，系啊，咁啊多咗两只新嘅四星。但我到而家咧都仲系未知点样升五星嘅，但我听闻啦就好似话咧，系要去咧。提升嗰个亲密度，提升到去唔知几多，跟住之后就会有机会做呢一个友情觉醒咁样。咁我而家同佢嘅亲密度咧，203，系咪去到280，跟住就会有呢一个嘅友情觉醒啊？呢、這个我唔 sure 啊。咁但系我而家我觉得其实咧，我觉得佢几劲噶，你竟然唔系，仲争好多、啊，仲有佢恶魔呢啲五龙六尾出嚟、啊，咁咪即系有牌。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可以快啲升到上五星啊？如果大家知道嘅话，快啲话我知。因为而家我未升到上五星咧，我有好多锁住咗咧，我解锁唔到啊，我升唔到 level 上去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如果知道嘅话咧，可以话俾我知啊。好啦，咁我正月抽蛋45抽，咁啊，抽中咗两只，一只拳手，一只枪手，抽唔到龙骑，龙骑系暂时评分为满分10分啊。我见佢个攻略上面嘅中奖，即系大奖同二奖嗰几只我都冇中到，好似有啲运气唔系好。不过唔紧要，佢去到18号，即系我仲有时间咧，可以再储一储啲石咧，跟住之后再抽嘅。咁我仲有两个礼拜多少少时间啦，咁希望可以抽中啦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呢个白猫抽蛋咧，先玩到呢度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啊，有咩意见嘅话，记得下面留言度讲。头先我嘅问题，记得尽量下面解答我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下段翻嚟再见，系咁先啦。拜拜。